知道三秒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三秒后。对啊。有点太红了吧？你看，在台南遇到健身教练的心情，然后手上还拿那个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有坏人呢。Q 刚，台南个只食荤，哎呀，刚哭了遐，炸哭了伊啊，伊啊顶管。我在买。你为什么要偷拍我？我刚才没有要偷拍，结果你逗我笑，我才开始按录。这手那么粗，有点恶心哦。哇！对啊，还行呐、啊。它才10块而已。10块。啊，这一间呐、啊，我没有去，是这一间。要买吗？当然要的哦。然后这家。对，我说的是这间。这家。它插的炸甜圈超好吃的，它就是长这样，它有咸有甜。你要点吗？我点一个甜的好了。我上次吃咸的，然后想吃点甜的。那个脆皮芋泥，这样叫了。一个。咸的，它很特别。现在，对啊，它很酷。他们先往前走是不是？你脸太红了吧？你看，在台南遇到健身教练的心情，然后手上还拿那个，然后没事，弄那边，我来碗，帮拿一下。我帮你拿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哦。讚哦、所以就真的遇到，对，好扯哎、欸！我就先看到林敬轩，我先看到他，然后就你一个人来吗？跟朋友，我们来吃冰淇淋在那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说谁叫我怎么脸那么红？那这声音是谁的？他们找不到，对啊。然后你还在他面前吃鸡排，要哪一个？很小时，今天人比较少，点餐聚餐。喝了吗？喝啊，喝个红茶。
吃了那么多那个高热量的东西，这种是他，我还比上次他看到我之前更胖，他想说到底有没有在健身？这样子我喝啊。好，阿萨姆先奶茶。对对对。我在等，麻烦你们先走，你们就丢下我吧。好，那这个太好了。看到没有，人生就是要交一些坏朋友，这么有运气。谢谢。不合群啊！不合群啊！你看这个人不合群。你刚刚为什么跟你的新男朋友吵架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做事情那个坏人，坏人。跑去跟别人说我没帮他买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这块两就是傲姐，没错，坏人，但坏人有义气。我先来下我们这几天的女主角。啊不，他的主意，你觉得谁比较幼稚？他的主意，吓一跳。不啊，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子。你吓，我昨天是最不忍心的哦。你吓两跳耶！啊，你知道三秒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三秒后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一秒到两秒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这就是他的主意，小黑的。你问他什么？开车会不会累？开车会不会累？一个一块小蛋糕 ，a little cake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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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 K 的？就是 a piece of K。Piece of K。